这个位置反身苏菲先拍出三下出被动，闪现一技能打真伤害，正面项羽赶到营救，吕布只身陷入到后排当中，一技能普攻，但是这一下没有出真实伤害，这一波塔消掉了，这波塔阴掉了，杨戬要硬手的话人要死，先顶一下，项羽直接赶到，大招能晕两个，挥出来，马可波罗也赶到了，这个位置打出了苏烈的被动，吕布没有想走了，如果。这个位置他如果兵线近卡就不好打了，这个出面是有个大闪的，大闪拍到两个，包括一个 CV 的马可波罗反身直接输出先点塔，这个虽然好点稍微慢了一点点，阿珂直接放弃了，就是已经交出自己的闪现，关羽这样只能踩到三个，转一下小心接被秒，这一波进场没有能够回家，再留一个，因为太乙真人他的大招，哎呀大招下楼直接定在塔下，血战到底，连环扛塔，大招再拍起来，把塔一把来，关羽再推一个大招，推到了这边的中路，齐交出自己的辉月，但还是走不掉，关羽还能再踩一脚，正面九成的输出位置非常舒服，小心拼了，直接切后排，他想找一下位置，没有找到，被劈一刀直接被秒，都这么猛，不能打了，哎，关羽这位置不错，推两个，推到了姜子牙，闪现想要留，姜子牙往后闪现了一下，鬼步的闪现交过之后没有留到人，反而是被反打，这一波还有一个减速吗？留不到人了，正面直接零换二，阿珂拿到双杀，上路兵线很差，哎，这位置姜子牙被拉了，插翅难飞啊，又走不掉了，队友赶到，想要留人吗？这个位置想要帮姜子牙报仇的，闪现九成拼了，接上来打沉默，差最后一层，花木兰没有打到沉默，我们来看一下后排。典韦的血量已经很低了，这个位置要被 W 追二技能抬脚，关羽直接收了典韦的头，再劈一刀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哇，这波反打非常漂亮。又出沉默，花木兰这个位置反打了一波，有两个。中路这边把兵线拉进来，这个中路高地是要掉的，而且这有机会打一波进来，如果人要倒七个兵线 ，W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关羽没有心，就靠关羽这刀，关羽被减速了。关羽还被粘了，这个位置兵线清不掉，要强点水晶，鬼谷子拉过来，但是兵线不会有机会，让我们恭喜第六九进3-0拿下对手。